信用保险是全球通行的贸易促进手段，主要承保企业在贸易合同项下面临的应收账款损失风险，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产业链稳定互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保财险由与共和国同心共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发展变革而来，其国内历史悠久、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财产保险公司，2023年保费规模5158亿元，居全球财险市场前列。人保财险早在1988年就开始经营出口信用险，2006年重返国内贸易信用险市场，2013年获得财政部颁发的首张广西出口信用险商业经营牌照。Thank you.